Lazymommychannel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懒妈。今天我要跟易粉哥来做两吃剪刀面。首先由易粉哥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。注意看他的脸。我这个剪刀面是跟小方的食谱来学的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上方去他的频道看一看。我真的超级爱吃面食，但完全对面食是门外汉。但是我是敢于尝试的懒妈。大家如果有喜欢历史文化的，也可以去关注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将面醒一下，准备番茄，可以停。再将醒好的面团揉一揉，做一做按摩。烧开水就可以剪面了。刚刚漏说了，醒面的时间大概约为15至20分钟。如果你爱吃 QQ 的面，那面一浮上来你就可以关火。如果你爱吃软一些的，那你就多煮几分钟。准备好香菜跟蒜泥，放在煮好的面上。将热油烧开，放入糖、醋、酱油和盐。
我们就可以将它撒在面上，搅拌均匀，开吃。别急着走，还有汤面的做法。番茄炒香，加入榨菜，翻炒。加入水，烧开。刚才煮好的面条，加入打好的鸡蛋以及太白粉水勾芡，加入香菜，对，我是很爱吃香菜。完结，散花。多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